男人释放这三个明显的身体信号时，是真的爱惨你了，是装不出来的。一个女人要是能遇到一个非常爱自己的男人，那是非常幸福的。俗话说，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可以说，每个女人有一个好的丈夫还是重要的。如若遇到一个渣男，那一辈子将后患无穷。从哪些行为可以看出这个男人爱惨了这个女人？一，处处为她着想，处处关心她。若想看出这个人是否爱你，从普通生活就可以看出，爱一个人肯定会特别关心他、爱他，生活中对他事无巨细，做事情也会为他牺牲，为他着想，这是爱上一个人无法掩饰的一种行为。二，生活再困苦都舍不得让你受苦。可能有些人的能力并不是多么强，但是他却为了愿意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做很大的牺牲，自己生活再困难也无所谓，只想让自己心爱的人生活无忧。他们可以从生活中节省，只为了给自己的爱人一个好的生活环境，这时候女人就会被感动。三，在你困难的时候会挺身而出。喜欢一个人是不会计较自己的得失的，所以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算这个困难有多大有多难解决，但是他也不会害怕，会为你挺身而出。这样的男人也算是百年难得一遇，所以说你身边有一个这样的男人，请珍惜他。